你为什么不是希望的希？生物的本能叫趋利避害，人们看见糟糕的东西都想要躲远，只有看见美好的东西才想要靠近。我这个人做什么事都考虑后果，但我的人生依然很糟糕。需要你，现在在你面前的我就很需要你啊！可不可以拜托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证明给你看？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人，是比谁都还要喜欢你，比谁都还要需要你。我保证，我会用尽我所有努力，让你快乐起来，让你不会再有被这个世界丢下的感觉，让你知道你是值得被人好好深爱着的。
进海底，有光存在着，怎么可能？看这里，这么大一朵校花。你要你在哪？我来救你吧，我英雄救美时刻到了。我为什么想要从世界上消失？不是因为我对世界太失望，而是因为我对世界有太多的期望。这个世界好像也没有我想的那么糟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你春宵的哭泣。上一次觉得阳光这么温暖是什么时候？好像就在昨天，又好像上辈子那么远。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星，